家好，我是甜甜派。邻居婆婆身体特别好，她经常做酱酪酥，说配白粥老好吃了。酪酥就是茄子，茄子自古就有着长寿的寓意，花青素含量很高，对眼睛也特别好。今天推荐这个健康少油的双色拌酪酥。今天买到这种长形的茄子，做凉拌很好吃，稍微煮一下就很容易软嫩嫩的。准备一个黄椒，两个番茄，这里是两人份的量，把蒂切掉，分成四段左右，不要切得太短，中间切一刀就可以了。黄椒的维 C 含量是最高的，三种颜色的甜椒营养成分都不相同，但是糖分和热量都一样低，多吃也没有负担。黄椒切成小片会容易入味一点，番茄切小片，把所有的食材分别烫一下，三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茄子本身营养丰富，和这两种蔬菜一起搭配，能提升免疫力，营养吸收效果更加好。最后调个汁。淋上料汁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一碗茄子的热量只有20卡路里左右，却有膳食纤维、茄红素、类黄酮和维生素 C。 它含有的维生素 P 可以使毛细血管更加坚固。这道菜色彩鲜艳，口感丰富，无论是作为凉菜还是配餐都非常不错，希望您喜欢。